2023年10月27日早上，我同学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说大师兄走了。我不信，我说你骗我。我用这个苹果手机接听一遍，用这个华为手机接听一遍，都是。人生无常，人生无常。然后我就把这个发到新浪上，我凌晨发的，到现在只有50个阅读，只有50个阅读，而他边上那条10000多阅读了，我想错了吧？我大师兄走了应该是10000啊，而我跟人吃饭，我跟三个娘们吃饭，怎么会10000多呢？昨天三个娘们请我吃饭，我老背后管他们叫娘们儿，当面我不叫他们娘们儿，当面我都说我的女孩们啊。昨天三个女孩请我吃饭，谁买单我也不知道。三个女孩，这三个女孩都是经常出国的，他们有共同的特点，都是走世界跟走平地似的，都用苹果手机。他们就笑话我说：“你这华为手机啊，鸿蒙系统。”要是到了世界上好多功能没有，我说那这是华为给我的，是我的骄傲。他们教育我说出国是件很严重的事儿，你现在你没出过国，现在出国都是网签啊，在网上签。你看这仨女孩还不让我照相，哎，怕那个说你这大嘴，你这手里这摄像机一镜到底不剪辑，还不让我照相，不让我照我就没照啊。你们要看他长什么样，我还是偷着照了。你到新浪微博上有，你看，仨美女，其中那个最大那美女，啊，马大姐还不让拍，马大姐拍了一张我们仨，那照片，到我电脑上你能看见，你看电脑上看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这是张欣，张欣加拿大籍，这是。朱静在美国有俩儿子，这是我。他们教育我，不，苹果手机、特斯拉车，别跟大人物学借胎生子啊，别让鸟电视台女主持采访你啊，一会儿你忍不住哈，你这老光棍憋了多少年了？我现在那个也不知道真假，我往外一发都发不出去，我刚才说了。我发新浪，发那个新浪上说我们一起搓饭的，你看看，你看搓饭的，嘿，搓饭的都我跟这仨娘们儿，我跟这仨女孩吃饭的，你看看13000了，13000阅读，我发我跟我学兄，我说我学兄死了，哎，同时发的才50个点击。50个点击， 13000，你说这什么？你说这新浪还说值中国新浪，我还是他大 V， 我还是他大金 V， 我还是他的大金 V。然后我一搜索，其他地儿好多地儿都说了，我就不站起来了。我师兄永垂不朽，我师兄68吧，我63，他比我大5岁。说你们班怎么？我们那时候恢复高考，现在有一帮无聊的人都说什么老三届、新三届，哎呦，那跟你没关是吧？你就是你，别成群打伙啊！就又说一帮怎么着？我学兄呢跟我住一楼，但不是一个系，他是法律系啊。法律系还好多名人，比如我学姐，我学姐不让我管她叫学姐，不让她管她我叫五哥。我这沙发就是我五哥给我的，我有张照片，就五哥坐这沙发上，玉体横陈的，不是玉体横陈，我玉体横陈的，然后那个，这大乌鸦嘴老瞎说，我昨天这仨娘们呢就说唐老鸭你啊，你老懒，就说明你的身体心脏有问题。我说我就是困，他们说你心脏肯定有问题，因为我老胳膊麻脚麻。然后马大姐呢，不是马大姐。那大姐没来，就是卖，不是卖，就是给我提供国家体委吃的这个奏国歌升国旗吃的这个各种
各种营养品的这个优沙那，优沙那这就让我，哎，这是我徒弟，我徒弟那个安徽徒弟给我买的一个洗脚盆，木头的，以前我还不愿意使，后来呢就使，结果它夏天就干，干这盆呢就裂了，裂了我自己嘿，我也没木头，我找了这么长一小破破木头又给钉上了，嗯，它这木头啊不知道是什么木，我一钉钉子就折，你看现在也是还得咬折，嗯，我得找一块好的，就是吃木头，吃钉子的木头。我每天早上就泡脚，我就泡脚的时候，我同学给我打电话，大师兄走了。大师兄呢喜欢读书，我们班有一个，我们班我那小组管买饭票的，北大那时候买饭票。我们班有个买饭票的叫王新敏，王新敏退休的时候是人民银行的纪委书记，嗯，中国人民银行就最大的银行，哈，新敏去人民银行当书记之前是中纪委八室的书记，中纪委八室的书记，他老见着大师兄，大师兄就老问新敏，唐老鸭又写书了吗？唐老鸭又写书了吗？新敏就把我书，直接他们都是大人物是吧，挣的钱都比我多多了，后来新民快退休，好多那干部都是一快退休了就到某一部委去当纪委书记去，然后就挣钱就比我多，所以我吃饭哈，哎，就从来不带钱，在中东的时候，哎，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斯诺吃饭带钱吗？伟大领袖给买单，人民的总理给买单，我在中东也是，卡扎菲给我买单，萨达姆给我买单，阿拉法特给我买单，啊，现在都说以色列，都挺以色列，沙龙给我买单，佩雷斯给我买单，拉宾给我买单，巴拉克给我买单，沙米尔给我买单，嗯，一个记者他一般是不掏钱的，是吧？啊，当然好多记者通过当记者啊拍马屁当了大官了，在贪污，我是。吃点呗，喝点呗，其他都不弄。我现在泡脚呢，每天早上就泡脚，还有好多药，嗯，好多药，那药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药啊。你看，我给它捞出来这口袋，好像泡的有用，但是这药泡完了挺味儿，就是这药，你看，精华什么东西，嗯，因为四川藏獒什么东西。藏獒啊，不是藏獒啊！现在这两天满街抓狗，这獒啊就是傻狗，傻狗容易他们咬人。嗯，我那狗不是，其中有几个冤枉狗啊，像什么萨摩耶、金毛、拉布拉多、哈士奇，就没有咬人历史。你到书上查去，说哪金毛把人咬了，是吧？哪拉布拉多把人咬了？哪哈士奇把人咬了？嘿，只有人咬哈士奇，没听过哈士奇咬人。嗯，我就泡这脚呢，可能有用，嗯，可能有用。哇，我怎么学起泡脚？我要不再把我的心脏调整调整，我一个人不敢出门。这两天有一个人出门的任务，是吧？我都没坐过飞机，嗯，我就不敢。我是近年很多年没坐飞机了。刚才我到这儿来要干嘛？对。我对我的身体绝对了解，啊，你看那个，你看这个是解放军第305院影像资料，啊，我这是早就嘿，衣服又掉地下，早就体检就我根本就我就没去领我这个，还特有洁癖，我一出去都穿上这些雨衣雨裤，回来我都把它晾在绳上。嗯，昨天我爬夜里有露水。嗯，我挣钱少，级别低。你看，小排长，中尉排长。这衣服比较新，现在美的的，这是海湾战争的时候的。上衣呢给老宋哥了，老宋哥给丢了，他骑摩托车去电驴子。我这裤子，
我就是到哪儿吃饭去，我嫌饭馆脏，你那饭馆还有什么歌厅我都嫌脏，你不知道那地儿谁玉体横陈的，所以我就你看我这儿，我这雨衣就多极了，这开了胶了，这是美国空军的，那是美国陆军的，哎，我都晾在这儿，是吧？晾在这儿，这边是我裤衩，晾在这儿，嗯。然后昨天小鱼，就新华社老干部局的小鱼，鱼处长吧，啊，好，也有人管他叫鱼局，也许他是局长，我不知道。你看他啊，唐诗曾体检中心火，什么叫火呀？就是大概十万火急的意思。那天我在305医院，嘿，一进门不是先抽血吗？得是空腹就抽我血，抽完我血，嘿，一会儿就全医院人就找我，就找我说这啊，你看这儿有新华社什么，哎，这赶紧就到处找我说有一老同志白血球不到1000。别死在咱们这儿，哎呦，就把我给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我都不在乎，战地记者嘛，他妈小命都在阎王手里边，那你说你还要这个，我就没要。然后是前天新华社干部局的小鱼给我送来的，一直到现在，你看我这体检报告没有啊？你看我这体检报告，我连开都没开，我都没开，你看这是带着封条的，我没开。你看，这是封的。体检资料属个人隐私，未经本人授权，请勿拆阅。我就没拆，我现在我也不想拆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我要死了，是吧？我就能多活吗？你看我体检这地儿在哪儿体检？你看没有？是吧？中海、南海，这305医院就是李志绥那医院，伟大领袖、人民的总理看病的医院。我在这儿体检，我们家在北海。我老说北京啊，就西城区有这么一点水，后海、前海、北海、中海、南海，啊，我一生就生在前海跟后海之间，啊，我去那天体检也是，我骑自行车从前海出发，啊。穿过北海，哎，在中海的北边，我在这儿体检，体检完我就走了，因为党关心老同志，让我去体检，已经好多年不让我体检了，我不是被双开了吗？就不让我体检了。后来嘿，现在那些坏人都被双规了，又让我体检去了。嗯，我就去305医院，哈，原来李院长，你看这新华社，我真是没拆。嗯，我不但今天不拆，我以后也永远不会拆，对吧？人生就是无常。你像我大师兄，哎，我大师兄那得身体多好，是吧？你看连又蹦又跳的，都比我身体好。但是我大师兄人生无常，鲁迅那个是我小时候，我读书不求甚解，叫老来子吧，嗯。活无常，黑无常，白无常，人生就是无常，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。所以昨天那三个娘们跟我吃饭就说，唐老师，我回来一个女孩非得搀着送我回家，就说你走路有点蹒跚啊，蹒跚实际上就是人家女孩都嫌我老，别我啪嚓一下摔死在那儿，所以单独都不愿跟我约会。三个女孩一起跟我吃饭，就是万一摔倒了，或者我给人碰瓷儿，人大家都有个人证物证。嗯，我儿子妈也说，你一个人别往远处走，你找一个人陪你去吧，要不别去了。我要去干嘛呢？我的朋友也是我朋友的丈夫啊，那啊死了，也年龄大啊，是战斗机飞行员，战斗机飞行员也是心脏病，心脏病说完就完，是吧？心脏病英文好像叫 heart attack， 就突然袭击就来了，啊， heart attack， 嗯，但是你不能怕死，哪儿也不去，是吧？所以我的办法就是体检，组织关心咱们，咱们就体检一把，是吧？组织不关心咱们，哎，也得活，是吧？所以我就是
战地记者罗伯特卡特画画，他的小命捏在他的手里，他可以把生命压在这匹马上，也可以压在那匹马上，也可以在赌局开始最后一刹把这匹马收回。哎呀，人生无常，是吧？阎王叫什么？阎王路上无老幼，不知道谁就会完。我再嘚瑟一下，1998年，北大百年的时候，1998年，北大不是1898年吗？1998年，我找张我师兄的，我老爱嘚瑟这事，哎，然后那个，你看，这是我吧，我钻进了金字塔，我师兄那时候，我那时候头发，是吧？这是北大三角地。北大图书馆，什么萧州展萧州啊？北大三角地啊，是北大最热闹的一个地儿。我呢，有大概30几年没再去北大三角地了。以前我就是北大三角地常客，我就整天在那儿待着，老外什么什么各种记者全老在那儿待着。我不是一张的，是两张，是中文系王岩拍的。你看这是一张。还一张吧，对，还一张，这张是跟我亲切交谈，是吧？我大师兄跟我亲切交谈，徜徉到我的那书摊儿，底下这张是，我给他签完名，他还检查一下，说你别偷懒啊，你这人特懒，你两本都得签了，他仔细检查一看，我两本真是都签了，我海湾战争被贫铀弹辐射了，做了4次骨穿，1次活体培植，到现在，30多年半死不活了，所以我知道生命本在呼吸之间，呼出这口气儿有，吸出这口气儿可能就没。对于生命，我们北大啊，我大师兄的大师兄张中行就是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丈夫，老北大的，北大1931级的张中行给我写的，不屑于师曾主书此三字，其所指何意也不知也，因糊涂而闷闷乎。人生就得糊涂，是吧？喝酒不醉，打架不流血，打仗不赢，那叫男人吗？视死如归。